跟林秋秋来这边看布袋戏。今天是八月二号。八月二号哦，星期六哦，高雄爆炸哦，要不我们就是没那么轻的啊。还全部去报名地方去啊，来这边看看布袋戏哈。啊，来高雄的博尔艺术社区，博尔艺术社区，我们来这个布袋戏馆。